Jadi kita jomel pun mereka, dia kena asuk. Kaya lah dia. D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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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uk. Ini sama apa? Sama, wait tapi ni nak. Kaya cepat sahaja cepat lah. Tak boleh. Bukan bukan kong. Bukan kong bukan luar. 好几了，你这边叫你去了。你推开，啊，我上去。你出开，你把你就出开，要不不弄。大局了，你没看？啊，推开要不不弄。推过了路，大局了。要不他下去就上来，了。要把酒，开进去的，一路开过去了。我给他吃吧，那个比较好。把把把。那个酒不酒好。顶着不不弄，你都过。进来可以。他回去。回去回去，回去回去，这上面就打完就顶一步，顶一步压住。这不行，多的。再打。从哪去？从哪去？那举杯子有不中。怎么拿去嘛？嗯，就是。你过来，出来了。啊，现在等你嘞，等你。等。那等到了。出来，咱给胳膊你。 定了，定了，不定了，跑个两秒出来。五十几你管他呢？工作，工作呗，工作，工作，你工作别管了。想工作？工过来你管他了。不会让你工，你把那个举出去呗，把那个举。工要死过来，咋？不工作不要了。 不要了，你把那个举提到海南去了。提到海南，哎，提到海南，打完鞋去吧。对呀，走工呗。让你在这儿准备几名？提到海南。对，几名？几名？他进哪个兵？进那个兵。他进哪个兵？进那个兵。他进俺们那军，李老军他想要跑退退出打你。就平了。平不了军嘛呀？他平不了。嗯，对嘛？你平不了马虎兵了，人家拿马虎上有根儿。你把马虎那压个平不了。他平了。 这边了，这边，这边跟那还有个局了。工，工人了，工，那人家不工咋了？工，不要他吃呗，就是，打工，工，跑了，没啥事。给他停了，停了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我把他分开了，就是把马，知道是。那你不给他拆也不中啊？你先那个呗，你先把锯头根儿呗，先把锯头根儿啊，打头根儿，打头根儿，你先锯头根儿，他们打不动呗，那不是他不能啊？你咋顶着你顶过来吧，顶一步就错了呗，顶着好。 就说那听了，拆了，跟打老都错了，拆了，把那个马给打的，整个都接错了。拆了，拆了，打了，他来讲，他来讲，打了，把那个费事。哎，对了，赶快，哎，高才不中，看见马上就费事了。高才上俺们等你，等了打了，都打了，我再打的。给你吃了，拿锯给吃了，知道吧？你看着，你看着，把马立马上把灯都跑了，你打着了，你打着，我先把钱拆跑，给打了，还击不起鬼。然后把那个，然后把这个国门柱给吃了。你看，那你看，我来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 我咋觉得有点看了，有没？俺那点，俺那点，这啥嘛？我打他，直接就。给我吃了，我搁他吃了，马上给你拆了。大门儿，给你，你吃人家大门儿了？这这样过来？他拿火炮。我那不相信呢，干呢。飞翔，飞翔。啊，他不飞翔，咱说的，他啊，这个飞机。大门儿，那边有个那个，没有。那我肯定得治了。那肯定将来会不得治了。哎呀，是。俺就在这给你打了。我都不相信。罗一波吧，罗一波。 那么发，他不能打。你还想抓来？人家说的。打不了。你还想抓来？是不是？马也没有了，是马也没有了。我的马。嗯。我的马咋会没有了？你跟包。跑啥了？人家说的。不要了。人家不是。打了的不都？马没了，马丢了。不是还压着了吗？啥时候？啊，这老会了。你会来打你？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还不敢会了？哎，对，你说你可不敢回去这个？你会个丢局了。丢了，丢了完。还没你丢过局。 丢过去，丢过去，丢个炮。丢过去，给他供了，然后再去摘黄嘛，再摘上黄。可以。骂丢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个完了事儿。啊，对。这么，这叫他吧？你。啥了？你五不下来，你三五号？三五号把那个箱给他吃了。三个箱，三个箱，三个箱，你的四个箱都没有了。三个箱，他关键不是。啊。我这你吃炮三箱中，那我把四打了，你三个箱要把你的箱没有打了。你拿一个箱换一个四，换一个箱，换个啥？大麻吧，赶紧去大麻。三五嘛。三个箱。 嗯，刚去大妈，乐祥，乐祥吧，大妈嘞，大妈，咱个不咋地打。嗯，该我走了。
是没有硬气的，这气，这气是没硬啊。拼吧呀！不拼吧！你搞这个，你应该是做跑题的。你搞什么？你那搞十元的题，你不是搞十元，没有搞十元。先搞十元，最近是先跑的题。吃吧。对呀、啊，你想吃啥吃啥。给他拼吧。吃妈吧。吃得了吗？那你不吃了吗？你家呢？我这里叫他跑跑吧。他低腿我打打呗，他打你妈吃了吗？啊，那都是个。哎，那不给你吃了？你吃了？徐梦然。你。那么神都是啥？吃点啥？你腿倒可以，腿倒可以，但是。那农夫他把他撵回老家了。撵回老家分。大老板，他跑了。吃吧。啥嘛？他那啥？你玩那啥？啥嘛？他妈，你上不去，他妈去顶。那照样用狙顶我，那跑顶你不，那跑顶不了。往这儿，往这儿都不是不得吃了，吃了他还把放弃，还是那鸡皮，那是个鸡皮，还是欢喜为啥子？伙计呀，马回来吧，能回来？那马不回来，家中鸡皮给他拼了，妥了，拼了有这个货，要不都给他拼了，拼了吧？那你看，我撵回去，我把你撵回去，试试你把人撵我，你回来吧，回来是比工强的，换老人也不好。过季了没打啊？举马跑都是举马，回来吧，回来走，听听过路了，回来。继续会，继续会吧，继续会。分跑，分跑，分跑，两个分跑了，这不分跑的吗？往哪边分的？多分分跑，对呀。你看嘛，他看啥都想，看得想，嗯。你看他了嘛，没有意义呀。再讲一下，想个想，没有事。哎，别走，别跑啊！你吃他的马呗？你看你这个不能不能吃他的马，吃了马他走了，走了。你这样吃了，他能给他把马给吃了？你看这个，吃粮食不了，我让他走了。是，吃了是把马吃了，把马吃了。对养些野野人喂。你看你这不想走了？我不给上马，你可不给上马？你都是多能个想的事儿嘛？啊，他想点办法。我吃香了，他吃下来吃呗？你看看。种吃吗？种吃吗？吃马把当头吃了。对。那不能吃当头，他吃不当头不吃当头，你可以吃跑了。对，可以跑。可以退跑，小姐没事吧？小姐没事吧？你退跑，哎，大妈们，你大妈一种，退跑一种，是吧？想咋吧？大妈就是西北军的，你要蒋立军的，蒋立军的，蒋立军啥个事？你要那会种，大妈他要会，你用我气，会都往那边会不？大的大鱼吧，大鱼，这个喂的不能家的好老些，不能好多。哟，小鸡，会我可以装是吧？搁当头就妥了，他回去了，搁当头，搁当头蒋立军吧，咱们不你先讲一句再说，你开始往哪走？上马嘛，你上马不中，回头会。我不想，我不想了。你上马，他才会吃你的香。不能啊！搁哪上？不能上，不能吃了。不是，搁这儿，我搁这儿上，他搁这儿吃。别搁这儿吃，你不继续上了？你跑，你跑到猪那边了。你看这走，这马上不来。这叫你下乡就妥了。这没有啥，走呀。他啥去？江夏市。那个鸡巴上来了。打电话吧，他过来。咱们想吃了呗，吃了吧。那把你的想吃了，那就想吃了。你举吃呗，你举吃呗。举点。你举在这中不中？别，这些人呢，有。咱能吃得香，吃你的香。咱们想吃了，我来再吧。是不是养的咱们兵？我这个干东西都盆儿把着你吃了，在我这一来。战争嘛。你先吃不香不中？他谁养都跑不了，谁养你跑不了你吃了你拖着你养这个特别。对，你拖着就把。加班跑了，你加班不中。不行，加班这个举过不去也不中。过不去不中。对。都这个思想，他看着，看着了将军吧。看将军，他看着。这气势要入了。最起码他当兵。我说不想叫他马上叫。你现在你除了你将这个他个队伍，这些杆子上不去的。入了这气。你带枪了？你除了想带，把猪带了。先带肉，先吃香。入了。这一步嘛，没有咋走呀。先将军。没有咋走呀。哎，你上这边不要种？上这边种。哎，上这边采菊菜采竹来。采竹老竹呀。这得无法。那他不给你割种了？这些都无法。割种吧，咱你能怕他割种？咱们先说来这得无法。哪个人吃了？你只跑，他把拿竹，他把中竹先吃了。那我先退。对。还能玩大不局就是大不局吧，大不局吧，野猪马都脱了吧，你看你野猪马野猪马不上，他不上来都脱了吧，你不上啊？搁哪上？搁哪上？你推一枪不推着他？你哪跑过来？野猪马跑野猪，他能上中，他上中马你推一枪中来了。哎，不急，干的局干了，你前头还有这三套气的，你中间跳槽气都错了。
如那的鸡。啥时候去的展览？他宰了你还？他又跑了。如了。你下一步，挑一步马，你去吃他的屎嘛，吃他的粪嘛。他不给你，他理了就没工。你先把你的马跑一步再说。如了。不应该先把鸡打跑了一会儿。没有事，你把马往那边挑，你差远了别中，我找一人，他想去开哪去了？你打炮不打炮现在没有，他这个人马上不去，他就没有，他就没有事。马现在上不去，他肯定不敢上，上不去。他其实基本上亮了。讲呀，走大姐，甭讲都妥了。讲了，快点。为啥不讲他呢？甭讲呗，甭讲吃啥呢？把那个猪吃了，猪吃了。讲你对面吃不了猪。敢吃要猪。那个牛跑了，现在几斤？后面有个跑了。嗯，先拿马将军，你推平，你去吃他的。将军这回来吃嘛？对，将军。将军，你去推平吃他的马。上去，这上去上去呗。你吃他了吗？下雨了，我再不去了。下雨，上还能上？这个还能上？你吃马呗。行，吃马对是。人家不给你对局了？对局要对。对局，将军对局。先将军，先将军，先把马跑了。对，这个。你踢一波不也中吗？退一步吧，退一步，他这不留着，他自己买了呗。退一步，老板你早走了，退一步都妥了。退一步，讲的，马口他敢等了？哎，这么敢等，这么咋不敢等？你退一样走啥嘞？像穿的都是，哪跑退的样子走啥嘞？走，你讲的你自己。嗯，讲的。走，你把马又挑回来了。那能挑？人挑死了。敢吃吧？敢吃一枪把那个吃拽。啊，那个，我讲了吧，那个，是，你讲的几斤？先活着吧。保险就不行，走了也没有事儿。嗯，这有啥？周将军，周将军。人家把军属压住吗？压吗？吃马呗！你倒一下，倒一下。有啥气？倒一下，你把屎吃了。倒一下，快把屎！把屎等了。把马也砍了。哎，你看这，他上马了，你上不去吗？这马上不去。马要上不去。他上上看啊，这段还是个麻烦。手气手太狠，你知道吗？下午这进步兵，他一步不好走。后来都进兵了，也不好走。看来是不中了。咱们民警买过没来？老马你上马。姜。等你姜。姜。谁姜？谁是？谁姜？靠娘的，谁姜的跑题？谁姜你买不干去？嗯。知道吗？你丢走了。走了再摆吧，这是谁姜？哎，先谁姜呗？你谁姜？三老姜扛着马了。三江你滚不住也行，你蹦一江吧，我蹦一江就好了，三江。蹦一江你别，他别住你再回来都错了。三江多了，就把马给你别住了，别住以后人家局又吃住了。三江多了，你三江在这，先在这老岗，三岗一种，对，先在这了。别跟别人滚一步嘛，先滚。别讲吧，不是老江，对，局让开，你推一江把马给他吃了就错了吧。我也吃不下什么汁吧，大了不错了，也干不着。你到了大将军不就跑了？大将军不能点吗？对呀。我大门路过你的，过大门路，大门路没那个大门路，他该着。现在这个确实更麻烦了。那咋会拴住了？那拴都拴不住。来什么？我吃香了。先开对象，不能吃香。不要吃，中。你看吧，行。这能先把肉吃了。滚呗，大鸡呀，大鸡，大鸡，三个字。大宝，放下，都得气了，你想。不能这个猪的，不能撑个猪，撑个猪，这个猪的，撑个猪呗，那强。这个猪的。好高二了，高二，高一了，高二了，高二了，高一了。起来吧，你。你吃住了多好的你把那个包你先别干住了，他能抓你，他肯定抓不着你。关键是你要把那个包回去看住别，还马跑干到死去了，多好的，中心的嘛。你们那个确实，你说看别好，他有个跑全四乡那个，确实看别了，确实你把这两下就是双死那厉害啊，双死那就轮不转了。现在是等死，赶紧吃住。干啥？你看别吧，看啥别？没有咋走？你看你把那跑干到死，干到。你搁到乡头上多好的，再跑高一，你看你还得高一，还得高一，你真的搁乡一万了，不是搁到市一万了多好的，那啥都不用放了，那都不能听你，兵法那个乱讲啥子，乱讲，乱讲，那又挑事，你挑香啊，乱讲，搁市一万了，那你挑香，你挑的事干，挑事让你吃了，这吃的真是吃不了，又跑呗。你把跑完十一个，我把十一抽，你抽的是，那是军能跑，十跑不了。老蒋这个的没有站得中，站中也不中啊。站中，站中，他把那玩意又跑了嘛？蒋，对，蒋。哎，咋了？蒋不讲了，蒋了。他不讲了，他讲就讲呗，这站站上去，站趴着讲。你到底能走就？抓到几头钟了？抓几头钟了？
他是周粉儿，三中三屁股，哎，你说的，真的，就个中。